一定请你吃什么坏东西吧？这高中居然比我的胳膊还要长。哇，虾味好浓啊，一定很好吃。看到了吗？还加量20%。虾片真大。又香又酥又鲜脆，好满足啊！啊，你给我们留点啊！就这一片了，你们分吧。终于被我抢到了，点个关注吧。口好渴啊！好啦，哎，头怎么这么晕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两个老爹啊？你小子是吃错药了吧？哎，谁看到我倒的白酒了？白酒？呸！这烤肠怎么没味啊？原来如此。杰德，我问问你狗怎么叫？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学狗叫。杰德，我问问你狗怎么叫？你，哎，算了，来来来，你过来一下，来，你给我翻个跟头。好。啊！快救救我！啊！嘿！啊！给我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啊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算了，看到你喝醉了份上，我饶了你。啊，找到了，这里还有一点。那里是水了啦。水，叮叮叮，臭小子敢耍我，点个关注吧。啊，是谁在偷看？刚才被人偷拍了，恐怕事情会暴露，这可怎么办？卡罗米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让我带回他家的吗？我是让你喊他过来，没让你把他绑过来啊！救命！还有这偷拍纸，让我转他5000元，不然他就要传到网上去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把偷拍的人揪出来。不用啦，我把钱给他了，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去接个电话。怎么样，我演技还可以吧？哈哈，你都可以去当影后了。谁在偷拍？当然是自己人啦，5000元我已经收到喽。哈哈，合作愉快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原来是他们做去骗我钱呢，点个关注吧。哼，快让我见卡罗米拉一面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你不配和我妹妹见面。好啦，卡罗米拉离家出走了，我要出去散散心，不要找我了。什么？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妹妹的事情？胡说，肯定是你不停地对她说我的坏话，肯定是因为你。哎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来这里干什么？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哥和特丽加打起来了。让他们打吧，两个幼稚鬼。怎么说呢，我感觉他们都很在乎你，要不咱们回家吧。哼，我才不想看到他们。那我带你去。别打了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你别去，有你什么事？你们还坐着干嘛？快去找冰冰啊，他也不见了。我现在就去。哟，你们俩终于打累了。真是两个幼稚鬼。我还不是担心你，在乎你。我才不信。好了，你们都住手，看卡罗米拉给你们买了什么。啊，你们居然能买到这个，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喜欢个屁，这让我们怎么分？那这必须是我的。点个关注吧。你戴个头盔干嘛？哼，估计是戴了假发不敢让人看吧。你赶紧闭嘴。我这是刚做的头发，不想让别人碰。哇，新发型肯定很好看吧？你戴个头盔不就把头发压弯了吗？是不是傻？你居然说我傻？好的，咦，好残暴！嘴太臭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哈哈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咱们把这包拆了吧。正有此意。哦，哈，让我看看能出什么呢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果然，嘴臭的卡包都没有好卡。快来看我直播吧！你们家冰冰呢？要谋杀我呀！他在拆卡呢。我啥时候能开出一张 SP 呀？冰冰。谁呀？这纸条里是老板给你传的话，我先撤了。准备开直播？什么？冰冰要开直播了？那岂不是有福利可以看了？老弟老弟，冰冰要开直播了！真的假的？这是很值得祝贺！别连了别连了，冰冰要开直播了！啊？冰冰过两天开直播？啊？冰冰马上开直播？冰冰，谁在叫魂啊？冰冰，你开直播了吗？我没来给你捧场。我还没宣布呢，你们怎么都知道了？有没有推出福利可以看呀？到时候就知道了。点个关注吧。
美女直播真好看呀，我都忍不住要刷礼物了。瞧你那出息，在外家的冰冰不也能直播吗？冰冰直播肯定很劲爆。你们在投对什么？还不赶紧去干活？别急啊，你还尝尝这烤肠。嗯，很好吃啊。快尝尝这咖啡。嗯，很香醇。不对，你们是有什么事吗？冰冰，我和粉丝们都想看你直播，要不你就按这种风格开直播吧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剪刀啊。我很好奇这把剪刀在这里比划两下会怎么样呢？我去干活了，拜拜。开直播的话播什么好呢？冰冰，你看到我刚做的烤肠和咖啡了吗？是这个吗？杰德他们爷俩给我的啊！我要毁灭了他们。点个关注吧。为什么全是二卡啊？杰德，帮我把这些卡牌放好哈。知道了。嗯，这嘿嘿，我偷偷拿一包应该没人发现吧。啊，谁呀？放我出去。你在干什么杰德？我在核对卡牌数量呢。大晚上不开灯你能看清吗？这把杰德给我拿下啊。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能开出 UR 以上的卡出来，这顿走就免了。快让我试试。天零零地零零，中中中中中中。啊，算你不走运，你们把它拖下去吧。啊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点个关注吧。啊，你卖给我们5元一包，为什么拆出来全是 R 卡？不可能，我昨天还拆了一张 LGR 呢。我不管，今天你就得把钱退给我，要不然我就砸了你的店。你要不信我就当场给你拆一包，看看有没有 LGR。 哼，看好了，这是卖你们的5元包，我随便拆一包了哈。拜托拜托，一定要让我保佑拆到 LGR 呀。你看是不是全是二卡？别急，这还有3张呢。开不出来你就完了。嗯，二卡，怎么还是？那个，我看大家都比较紧张，我去给你们倒杯水。哎呀，快去快去！看好了，妈咪。哎呀！头怎么晕晕的？我只不过在水里放点药，这张卡就送你们了吧。点个关注吧。而且，他这是怎么了？他这2天感冒了。不，因为我看到你完全失去了抵抗力。咦，好肉麻！哇，你今天好撩人哦！不要让我看到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喜欢你一次。啊，今天是熊嘴抹了蜜吗？我好喜欢。你还真说对了，你看那是什么？这是我小时候超喜欢吃的酸牛软糖，我还以为停产了呢。嗯，外面裹着一层酸粉，里面是甜甜的果香，吃起来酸酸爽爽，就连呼吸都带着水果的香味呢。嗯，走，我们逛街去。吃软糖嘴就能变甜吗？那我也试试去。点个关注吧。不要啊，哥，你放过我吧。杰德，你又在欺负人是吧？卡洛米拉，你上。啊！哎呦，这些盘子刷不完，你别想吃饭。切，不玩我让我干苦力活，我才不干。哼。啊！难道冰冰能听见？什么？居然是 WCR！ 哈哈，能卖好多钱呢。啊！啊！哎呦！我靠，是 SHR。 嗯，这啊，果然按一下就会出现一张超稀有卡牌，嘿嘿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嘿哈嘿哈嘿，哎，怎么不出卡牌了？杰德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啊，你们要干嘛？我让你闹腾。哎呦啊，你们别动我卡牌啊。哼，曾经欺负我的人都将付出代价。点个关注吧。是谁在偷看？快来抓偷窥狂啊！出什么事了？怎么了？有人偷看我洗澡。是谁？我饶不了他。只看到一个黑黄色棍子和很高大的身影。我好像比你矮。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那黑黄色的棍子不就是你的武器吗？你胡说，我武器可都是放在那里面的。这怎么变成筷子了？筷子盒不就是用来装筷子的吗？你先在这里面待着吧。我新买了点果冻，正好咱们一起吃吧。
被惩罚的滋味不好受吧？给个关注吧。哎，冰冰的吃药，难道他病了？快醒醒，快醒醒！好吵啊，你们干嘛？你是不是有病了？你才有病，一边去！不是，你们都看我干嘛？你还说你没病，你都吃药了。你好好休养，以后我们来帮你卖零食。你们看这是药吗？这是我小时候超喜欢的酸牛软糖，这外面裹着一层酸粉，里面是甜甜的果香，吃上几颗，酸甜的水果味道在舌尖跳动，实在太享受了。你们也来尝尝。这就是小时候的味道吗？瞧你这德行。你们刚才说帮我卖零食，这句话我记下了哦。我们收回，给个关注吧。哎呀，感觉最近天要变冷了。水，怎么什么都没有？别跑。嘿，哎呦，老爹，怎么是你？我装卡呢。啊，这，哦，我的出生形态是屁卡。你快别中了，我刚才看到缩小版的你了。还有这事，你别吓唬我。追。哎呦。哈哈，这样你跑不了了吧。啊，老爹，我忽然间就到了这里来了。我抓的是人偶啊。别跑。哼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的新成员。为什么是我老爹的样子？我之前看到一个盒子在乱动，看到他在里面就把他放了出来。那些盒子里有各种人偶，但只有他会动。哼，十分抱歉，我的小家伙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何止麻烦，你仅仅人呢？可恶。请问家里有人吗？哎呀，门外面是谁啊？我是快递小哥，这是你们粉丝送的礼物，我放在门口了啊。杰德，你们把快递拿进来吧，我有点忙。那我们大概给搬过去吧。别急，我们不如先看看里面有什么。粉丝送的快递呢？我看看里面有啥。放心，我们都给你整理好了。这是最新的豪华卡包。这里有五个纪念卡包呢。粉丝还送了一盒实验包。哇，辛苦你们了，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走，下面居然没有发现这个礼盒。我们快把礼盒飞了吧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敢私吞！快跑啊！给我！不给，要吃自己拿去。哼，不给就不给。住手！这是冰冰让我看好的零食，你不能拿。切，我还不稀罕呢。先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睡着了。哎呦！让你偷零食！可恶，我一定要拿到。又来偷！哎呦！完了啊！没完没了了！呜！你别哭了，等冰冰来了问他要就是了。真的吗？什么声音？啊哦，被发现了！啊，到底是谁？泽塔说好要跟我分享零食吃的，泽塔你快跑！给我站住！给个关注吧！这次一定要好好的整他们。哎呀，对不起，班级哥，我不是故意偷你相机的，错了，我错了。班级哥，给你喝可乐。这还差不多。哇，班级哥你怎么了？哇，班级哥，怎么感觉这一幕有点熟悉？所以这就是你浑身臭味的原因吗？有啊，是的。哎呀，你赶紧去洗个澡吧，冰箱里这还有吃的，你别给污染了。班级哥，我来帮你。给我滚！我来帮你吧。哇，好舒服啊！哇，这一次一点味道都没有了。为什么那瓶可乐可以让你变成卡牌呢？一定是有人给杰德出主意呢。又或者，这个杰德不是本人呢？怪不得他老是跟我作对，看来我要好好调查一番了。你在搞什么好东西啊？你看，冰冰送给我一台相机。啊，真羡慕。那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。好啊。来，你摆一个帅气的 pose。可以吗？这样。非常好，站那别动，我要开始拍咯。好了吗？杰德，你不是想送给卡路米拉礼物吗？这个相机怎么样？可以，多少钱？3张。成交。啊！
冰冰，我给你拍张照片吧。等等，这相机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这是我哥送我的。哦，那就没事了。冰冰，你送我的相机被劫道抢走了。是这个吗？啊，怎么在你这里？这是我哥送我的。你哥这不值东西，居然只派劫道来偷我相机。不准你说我哥坏话啊！你这个玻璃狂，我要跟你分手。好啊，谁后悔谁狗。你们别吵架，赶紧把劫道找来问清楚。这是哪里？快放我出去啊！冰冰冰冰，醒醒！什么事啊？有老板把我们卡全买了。什么？全买了？我不是做梦吧？你呼自己一巴掌不就知道了？啊！冰冰冰冰，醒醒！是不是有老板把卡全买了？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哎呦，疼！你干嘛掐自己？我怕这个是梦。发生什么大事了？贝尔黑，我们有钱了。真的吗？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买布勒斯的 SH 衣服了？买，都可以买。真是太棒了！你干嘛扇老子？嘿！我的布勒斯呢？老爹，你刚才睡觉嘿嘿嘿的笑，我以为你出什么问题了，就把你叫醒了。臭小子，竟然敢打搅我的美梦！你还扇我，我不打死你！哇，我错了，老爹，我是不是也是做梦的？啊啊，哎呦，看来不是。啊啊，我错了，老爹。啊啊啊，哎呦！黑日，你真是个废物！谁在说话？黑日，你是个废物！是谁？是白大爷。原来是你这个冒牌货！你被绑在这儿，也就只能甩甩嘴皮子了。我这条命你拿走便是了。那我成全你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别说废话，你快和我去阻止祖飞。哟，又有新客人要到了。你说你想要奥特曼，老子今天就打爆你。哈哈哈哈，你先过他们这关吧。快来看我直播吧。怎么了老爹？我新学到了一个技能。啊，我可以在我的卡牌间互相传送，当我变成卡牌的时候，我可以找任意地点的一张卡牌变回来。可是奥特曼不是会飞吗？飞需要消耗能量，我不知道传送的那张卡的位置，以及我不知道能传送多远。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这些卡牌放远一点试试。遵命。我回来了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，这什么鬼地方？哈哈，来个小虫子，快来看我直播吧。哎呦，好冷啊，老爹，你干什么？冰冰最近被神秘人抓走了，你还睡得着觉？反正冰冰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啊。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梦啊。老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不对呀，不是我刚才从床上叫觉的过来的吗？接着你，这是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老板，活干完了。你还蛮能干的嘛，这是你今天的工钱。终于能买一盒荣耀了。累死了，喝口水去。嗯，哟吼，今天不错，捡到钱了。我钱呢？哎呀，吵吵啥呢？我的打工钱、血汗钱没了。听说杰德今天运气不错，捡到钱了。杰德，你完了。哈哈，今天买了一些卡，不知道可以拆出什么好卡呢。吓死我了，你啥时候过来的？哼，你小子捡了我的钱买卡还有理？谁说的？这是我自己钱买的。你才放屁！你为什么揍我？快来看我直播吧。冰冰，被老黑这两天总是鬼鬼祟祟的。怎么说？他整天早上出门，很晚才回来，很神秘。他不会去干啥坏事了吧？冰冰，我们丢了一盒黄金版卡牌。可恶，是谁偷的？快去找！不会是被老黑拿去卖了吧？你胡说，我老爹不是那样的人。啊！快说，被老黑在哪儿？别打我，我带你去。他就在那里。
贝老黑，你在干嘛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丢了一盒黄金版卡牌，是不是你偷的？你少诬陷我！你整天鬼鬼祟祟的，不是你还能是谁？哎呀，你们别吵了，贝老黑，你怎么来这里搬砖啊？我老爹是为了帮我买卡牌才来搬砖赚钱的。贝老黑，你真是个好父亲。那贝老黑，我问你，那一盒黄金是你拿的吗？我当然是我拿的。果然是你。但是这一盒是我买的，我想给杰哥一个惊喜，钱我已经转给你老板了。老爹，你对我真好。快来看我直播吧！啊！是谁在偷看？刚才被人偷拍了，恐怕事情会暴露，这可怎么办？卡罗米拉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你让我带回他家的吗？我是让你喊他过来，没让你把他绑过来啊！救命！还有这偷拍纸，让我转他5000元，不然他就要传到网上去。给我点时间，我去把偷拍的人揪出来。不用啦，我把钱给他了，这件事情不能传出去，懂不懂？我去接个电话。怎么样，我演技还可以吧？哈哈，你都可以去当影后了。谁在偷拍？当然是自己人啦，5000元我已经收到了。哈哈，合作愉快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原来是他们做去骗我钱呢。点个关注吧。赛罗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打贾贝利亚，你想干什么？竟然主动站出来。对啊，我不是来单挑的，有急事需要你。你还能有什么事？杰德他们出事了。杰德他们怎么了？杰德他们被神秘面具给控制了。竟然有这种事。这里好黑呀。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蝼蚁！快放了杰德他们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赛罗进化！哼，佐菲，我怕饶不了你！快来看我直播嘛！哎呦！好冷啊，老爹，你干什么？边边最近被神秘人抓走了，你还睡得着觉？反正边边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怎么回事？原来是梦啊。老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做了个噩梦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好吧，你快去睡觉吧，晚安。不对呀，不是我刚才从床上叫杰德过来的吗？杰德，你这是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嘿嘿嘿，好好看哦！啊，怎么回事？网怎么这么卡？哎，干嘛呢？把我手机拍坏了。我看视频看得好好的，突然间就不能看了。哦，你看的什么？我看的是你直播拆卡的视频。好吧，那是不是网断了？你去看一下路由器吧。好的，这路由器好像没什么问题啊。冰冰，路由器没什么问题啊。冰冰，你去哪了？冰冰可能是去把网络修好了，我还是看美女吧。怎么回事？啊，你们在干嘛？哎，你不要误会，他偷吃你山药片被噎着了。啊，这就把我卖了？好啊，你居然偷吃我的山药片。是他没让我吃的。别抢啦，这零食又不贵，你看我刚刚又在小黄车里花9.99又买了一箱。你骗人，这么便宜能好吃吗？我要骗人我就开直播倒一洗头，看到没，每一包分量都超足，听这个声音特别酥脆，嘎吱嘎吱脆，太满足了。哇，我都闻到香味了，这下行了吧。那个杰德，你跟我走一趟。找他什么事？赛罗他找到治疗失忆的方法了。那咱赶紧走。点个关注吧。贝老黑，你少来掺和，快救救我。怎么了？杰德要追杀我。啊！冰冰，你完了。这是地震了吗？哎呦，我先去拦住他。贝老黑，你少来掺和。嘿，冰冰，你快去把辣条拿来。你要辣条干嘛？快拿来塞在杰德嘴里。好了。终于制服他了。你怎么惹他了？我那天不是把他罩在瓶子里惩罚他的吗？但是我忘记把他放出来了，他在里面关了3天。那你真是活该。I'm sorry。点个关注吧。出什么事啦？
你请这么长的假干什么？我想我儿子了，拜拜。哎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哎，这下就剩我们俩相依为命了。卡路米拉，那一箱烤肠给我搬过来。好累啊，贝老黑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这几天快把我累死了，全是体力活。还有27天呢，咱们先吃点东西吧。一起吃吧。我有办法把贝老黑喊回来了。贝利亚，你快过来。谁叫我？快过来。我在休假，工作的事情别找我。不不不，不是工作的事儿，我想到了一个让杰德加入咱们的好办法，这样你就能天天陪着你儿子了。哦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我会和七七演一场戏，绝对让杰德自愿加入我们。嗯，很靠谱，那我等你好消息。点个关注吧。我想吃山药碎片。他最近很乖，没有理由吃他。你赶紧想办法。我有办法了。哎呦，哎呦呦呦！你躺在路边干什么？我手都摔断了。好一招碰瓷大法！小子，你碰瓷可碰错人了。小弟们，给我干他！这招怎么失灵了呢？小子，你还是太嫩了，看我的！大哥，你长得太帅了。我主人是位摄影师，他想免费给你拍杂志。是吗？那你带我过去吧。什么情况？还是你有头脑，小聪明而已。为什么受伤的都是我？点个关注吧。你来我这已经好几天了，还不打算回去吗？你这是要赶我走吗？你再不回去，冰冰要急疯了。行了，我这就回家，改天再找你喝酒。随时欢迎。我回来了。饿不饿啊？我给你做吃的。你的头怎么了？你装什么装？冰冰昨天不是被你误杀了吗？我昨天没有回来吧？你胡说，昨天我还给你捶腿来着。是谁？原来有个冒牌货，哼哼，咱们后会有期。黑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那小子在偷东西，被我撞见了，我们就打起来了。原来他是个冒牌货。贝老黑，你回来就好。点个关注吧。怎么了，老爹？我新学到了一个技能。啊？我可以在我的卡牌间互相传送，当我变成卡牌的时候，我可以找任意地点的一张卡牌变回来。可是奥特曼不是会飞吗？飞需要消耗能量，我不知道传送的那张卡的位置，以及我不知道能传送多远。现在我要你帮我把这些卡牌放远一点试试。遵命。嗯，我回来了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啊？这什么鬼地方？哈哈，来个小虫子，快来看我直播吧！黑日，你真是个废物！谁在说话？黑日，你是个废物！是谁？是白大爷。原来是你这个冒牌货！你被绑在这儿，也就只能甩甩嘴皮子了。我这条命你拿走便是了。那我成全你。怎么回事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别说废话，你快和我去阻止祖飞。哟，又有新客人要到了。你说你想要奥特曼，老子今天就打爆你。哈哈哈哈，你先过他们这关吧。快来看我直播吧。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手下留情。我居然会心软。没有用的，你们俩今天注定要葬在这里。快救我。不，这到底是梦还是现实啊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我要死了吗？黑日，你真是个废物。黑日，你是个废物啊！是谁？快放了杰德他们！对，我听话啊！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是被面具控制了吗？你怎么在这？眼下我们的恩怨先放一放，现在我们要先把这个面具吹爆。哇哦，这就是 BOSS 战吗？我现在已经没有力气打败他了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什么？力量恢复了？
剩下的就靠你们了。来吧，别以为人多就能打败我。嘿，啊，你啊啊！放开我！啊！别怕，我来接住你。啊！接的好啊！哈哈，你们是打不了我的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！怎么是他？赛罗，终于找到你了！少打！贾贝利亚，你想干什么？竟然主动站出来！对啊，我不是来单挑的，有急事需要你。你还能有什么事？杰德他们出事了。杰德他们怎么了？杰德他们被神秘面具给控制了。竟然有这种事！这里好黑呀、啊。让我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蝼蚁！快放了杰德他们！那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！你啊！赛罗进化！哼，佐菲，我怕饶不了你！快来看我直播嘛！我怎么没有死？身体好痛。黑日呢？黑日是我。你要干什么？黑日他们已经被面具控制了。你就是面具人吗？事态有点复杂，我和面具纠缠了一下，已经没有力气再和面具对抗。杰德他们被面具控制了，你快去叫赛罗，他可以帮你。哈哈哈哈，谁让我们配合就可以消灭冰冰的团队。我们做的是不是有点过了？过了，当初明明是你先来想要借助我的力量的。我只是想借助你的力量代替冰冰拆卡，但做的有点过头了。你能不能把他们放了？不，我要消灭他们，我要给他们痛苦和绝望。哈哈哈！我果然不能相信你。太晚了，既然你不肯配合，那你就加入他们吧。我不能再帮你。你竟然能摆脱我的控制！